谢谢你。哎，王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我可说不起。要谢，应该是我谢乌衣大叔才对。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嫌弃我，从小陪着我，给我讲故事，鼓励我。我真的很感激他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还有你。那你可想好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如今朝廷要抓你回去问罪，你怕牵累我，使我为难，是吗？王爷，要不你把我交给他们吧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让这个案子的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我就是先回长安，在大牢里待上一段日子，我不害怕。楚楚，你仔细想想，我几日前刚刚查知你的身份，上海有许多事情有待查证，千里之外的长安就已经发了抓你的命令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有人盯上你了。盯上我？谁啊？大内戴总管秦鸾，他发现你身上的石坠，断定你与我父亲有关系。秦鸾唯恐当年的事情真相昭雪，所以他想通过你找到我父亲，将你们一并灭口。你若此时回长安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可眼下黔州私铸铜钱一案疑点颇多，背后牵连甚广，我若为护你随你回京，那便正是中了背后之人的奸计。所以楚楚，你若真执意要我把你交给他们，才是真的为难我。那该怎么办啊？你若信我，便安心地待在我身边，先生那里我自有办法。为今之计，你我只有共同进退。我都听王爷安排。那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与我一直待在一起？当然，我愿意。我愿意一辈子都跟着你当仵作。不是当仵作，楚楚，我愿与你朝夕相伴，照顾你一世周全。你可愿嫁我为妻？你想娶我为妻？是。你说这一秒借我一生来守候。药快凉了，你还是先喝药吧。抓着此生为你